再请评估爸参加到现在你自己的整个业务的状态心态是怎么样的？以一开始的预设能够走到一半我觉得很满足了因为像现在就已经几乎首发里面还剩下四个，对啊，已经只剩一半了。黄老师，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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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谢谢，谢谢。瘦了，是不是？超过5斤了。哎，咋？5kg，那8斤。瘦了5公斤啊？对。那不行，你得不能太瘦了，你得肌肉，你得花走。저희는6회7회까지계속한얼굴로한목소리로다른노래를부르지만눈에많이익숙해진상태고그리고새로운도전자가왔을때 new face 가나타나면뭔가오막신기할것같아요我觉得每一个礼拜你在创造你的命运，让我们去 push 我们自己，随时可以去改变，然后去适应。不加快的好了，加快生气的。那如果还在这个台上的这些人就还是这样，那我当然想要多看一点新的啊，其实是很现实很现实的。他是我一个很好的拍档，也很希望可以来到这个舞台去证明自己。我们出发了。我答应了他妈妈要好好照顾他。他不停跟我分享在这个比赛里面在这个节目里面的一点一滴，然后你就 很想换一个角色，不是当一个观众，是当就是在比赛里面的那个人。终于到了那个 Las Vegas， 我们坐了大概18个小时的飞机。你知道他会跟你说很多他所知道的。其实我抓不到他，因为他也是个唱歌好的人。我坐在那边，我希望他看到我比较安心，就是这样。睇呢个 show， 情人节就最啱噶啦。系有冇即系一 pair pair 嚟噶？佢都咁快嘅呢个，好耐噶啦，你哋都有几日噶啦，系嘛？他是一个超级 EQ 好的人，他在娱乐圈的阅历那么长，你已经觉得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过他。有一个朋友在旁边，让你没有那么紧张，觉得是心情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好几年没有过的那种冲击。走走，系啊，走走啊，妈。而家瞓到3:30、11:12、12:15，5个钟喎。真针嘢啊！我针好了。咁就话明天出发啦，好辛苦。其实啊，紧张是紧张自己的声音，但是我觉得蛮刺激的。双子座嘛，我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就让事情发生，慢慢去感受吧。耶！我非常感谢他们的邀请。虽然我已经在这一行做了十几年啦 ，OK， 十几年，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还可以有一个，就是一个有一块有待开发，就是让所有人在我后面再推我一下。我们是第一个吗？啊，不是啊，不是第一个哈。哦，哦哦，已经把补位歌手的名字贴在上面了。你好，龙哲。现在搞得越来越明目张胆了啊！以前真的是包着藏着不让我们知道谁来了，现在就直接贴上了还行。待会会有人来接你，只不过是经纪人来接你。是不是胖子？是不是帅哥？那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非常好口才的，最重要是有幽默感，好笑，好像选男朋友一样。长相呢？高，单眼皮。
什么事情？我现在不是喜欢男朋友。OK， 我们来接祖儿姐姐。今天我们是来干嘛的？打探军情。没有。你到底是因为要见到美女兴奋，还是为你小小的恶作剧而感到庆幸呢？哎呀，我其实是一个不太会撒谎的人，我怕他被我揭穿。但是我会尽力。还有备而来呢。对啊，因为我知道他喜欢这个图。米菲兔。对，米菲兔。他在练歌。哎，史密斯来的。Hello，Hello， 你好，祖儿姐你好，你好，那个，我是你的芒果经纪人。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你就叫我小闷子就好。小闷子，小闷子就好啊。你好，你好。送给你的礼物。哇，你好像韩国人。啊，是吗？对。耶、yeah! 走吧，那我们走吧。好啊，好啊，好吧。OK， 走 ，OK。准备的咋样啊？哇，因为他们刚刚今天在给我一首新歌，新歌是换歌了，所以就现在不停的听、嗯、抓紧时间的听，我有点紧张，别紧，没事没事，看，哇，婚车吗？我是结婚吗？小心 ，OK。是不是在选歌的上面是不是有些压力是吧？我现在有两首歌准备、啊、第一挥着翅膀的女孩、啊、第二、啊、月半小夜曲，你有听过吗？有有有，哒哒哒滴哒，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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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唱歌啊？对，我喜欢。我知道。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经纪人声音特别好听啊？对啊，低沉啊，很低沉，就是和你很配吧，对吧？就和对，很和谐，对，很和谐。既然你这么纠结，要不干脆让你经纪人把他的歌给你唱了算了。啊，什么意思？你会唱歌？你是歌手吗？你是歌手吗？其实你是歌手来的。我只能做到这儿了。那姐你好，哦，我是上一场踢馆歌手王鑫。哦，真的吗？真的。所以你也是歌手，是的，是的。所以你这次也是参赛者。对啊。我们是邻居，所以他们派我来打听一下军情。所以我不可以跟你说那么多啊！呀、yeah! ！啊，我成功了。现在我们就在我们的歌手之家等待我们新的补位歌手的到来。嗯，哎，我们经纪人的行列有新的人。对，你的歌手呢？不是，我歌手是由更重量级的嘉宾去接。因为我的歌手不见了，处处是玄机。哦，我，哎呦，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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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欢迎，我就是你的芒果经纪人王若琳。哦，你就是我的经纪人。对呀、啊，我才是。哦、你好了吗？我快好了，你来了我就好了。好 ，Hello， 终于。Hello，Hello。黄致列，你好，我是容祖儿。啊，你好，你好。我每一次看到他唱歌的时候，他都会快流泪了，好厉害。对。Hello， 你好，你好。我要怎么称呼你？就一姐，就一姐，就一妈，就一妈。还有客勤，客勤见了吗？客勤，就一姐你好，就一姐你好，就一姐你好。好了，来，掌声再次欢迎容祖儿。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三大的秘诀给祖儿，来让他能够很好的录完我们的节目，好不好？而且取得好的成绩，好吧？来，我们来看一下《我是歌手》攻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吧，
想要采访给力，千万别打太极。哎呦，哦、押韵的，直接一点呢、啊。这样我们模拟一下好不好？好、啊，好、啊，模拟模拟一下好不好？嗯。克勤他今天有准备一些问题，现场提问。哇，有备而来、啊。坐。第一个问题，你在演出前有什么癖好？要上厕所吗？如果能去。小的就去，大的更好，哇，会轻松一点。真的没有打太极。这个，第二条，主儿姐姐，你身材这么好，有吃饱过吗？我觉得是不是他问的？不是他问的，是朱佳莹问的。哦，我从来没吃饱过，真的假的？对，但是今天我吃了一碗饭。因为我觉得今天要用很多的力气，但是就算你不工作的时候你也不吃饱，不工作的时候很少吃饱。拉拉，那你吃饱过吗？我每一餐都很饱。我觉得你，我跟你就是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脸很大。你脸大哥，我觉得他脸一点都不大。你第一天过来就骂我的人，哎呦，哎，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但是呢，脸大的人呢，真的都是很善良的人，所以你不要害怕。主要回答记者提问这个100分，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攻略，宣布结果时如坐针毡。必备速效救心丸，就是说你有看我们之前的那个节目吗？有。你看到播出才10分钟，其实事实上我们在那里面要做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你要现场感受一下吗？好啊好啊，我们请沈老师来。我是歌手第77宣布结果，3、2、1，洪老师的气质，洪老师的气质，欢迎洪老师。洪老师好帅，今天洪老师，你的西装是也定制的吧？真棒！洪老师，你该喝水了。洪老师头发怎么长了呢？洪老师今天开摩托过来的吗？安静。我们首先欢迎新补位的歌手容祖儿。耶！今天祖儿觉得自己发挥的怎么样？对，100分。好，非常的干脆。那么我现在手上呢，就是本场竞演的最后成绩。首先要特别谢谢每一位歌手，今天的表演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那么在我们快点，这才刚开始，这才刚刚开始。好，我手上拿到的成绩呢，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大跌眼镜。啊。歪了歪了，喝水喝水喝水。大家想先从第几名听起？第3名。3和4。好，那么我先宣布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本场竞演第一名的，我现在宣布，他就是获得本场竞演第一名的，他就是，他就是，容，哎，容，容我再喝一口水。好了，不要再折磨。今天晚上就换他宣布吧。好了，我们看第三个攻略是什么 ？OK。想要抽签好，权杖是王道。哇！上一次谁拿了权杖呀？哎，今天我们就来正式抽签了，因为上一次我们拿的权杖，那克勤第五了。好，我们决定第5个场。好，好了，接下来来这一场的抽签了。今天大家看到呢，这个号码其实在前面。
这个的颜色跟那个杯子里到时候的颜色是对应的，对应的，但是不是，所以不一定连到哪个杯子了。好了，每个人选一个有颜色的管子。好紧张啊！紧张啊！拜拜天，拜拜地。三、二、一，开喝！哇，好快啊！好，各自来报一下。一号是橙色，橙色是我们。二号是紫色，智利。三号是蓝色，三号是 Coco 啊，三号是 Coco。四号是黑色，王希。六号是佳莹。好，然后七号是我们的祖儿。OK， 加油加油加油，各位。哇，王希，这是你的房产证。天籁之音，天赐豪奶，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无污染无添加的经典有机奶冠名播出的《我是歌手》第四季第七期节目的录制现场。大家好，我是刘烨。我是歌手感谢合作伙伴乐视超级电视和 vivo X6 四 G 大运存够快才畅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关注 LETV 的微博和微信，您就有可能赢取乐视超级电视。要留找途牛，手机点击微信摇一摇来参与节目互动，途牛百万现金红包等你来拿，广告时间也可以摇哦。欢迎大家和我是歌手一起来玩转芒果表情。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第二位神秘大咖，他到底是谁呢？我们拭目以待。你们准备好了吗？乐视超级电视为歌手加油倒计时开始。大家好，我是歌手李克勤，欢迎大家来到无污染无添加经典有机奶，我是歌手四的现场。今天是第三轮的第一场，也就是说我是歌手四的赛程已经过半了，我还没被淘汰。上个礼拜就是踢馆赛，剩下了六位的歌手，所以今天晚上就有一位的补位歌手。大家知道为什么我是歌手就有这个七在这个 logo 上面的了？为什么是七不是六不是八？七个歌手了，就是因为现代的音乐就是七个音符。哦，所以说如果是在古代的歌唱比赛的话，就可能只有五位的歌手，因为古代是五音的。好 OK， 好了，第一位他自己有一个口袋歌单，在他的歌单里面有一首歌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他本来就打算在他第一场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唱的，但是因为那天他身体的状况所以唱不到，就留到今天晚上唱出来。他是华晨宇的歌《微光》。来了，真的蛮期待的，我很久没有听他唱歌。加油加油，有请下一位竞演的歌手。
在我是歌手这样子的一个舞台，我不想消耗太多的所谓的情怀的这个东西。大家一讲到张信哲，就马上想到《爱如潮水》《过火》等等这些情歌，这些当然很成功，它也可以引发你们各种情怀的歌曲。那我觉得歌手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在歌里面去反映你当下的状况。我觉得微光它是一个桥梁，连接过去的情怀中的印象中的张信哲跟现在正在往前迈进的张信哲。我希望透过这个舞台让大家看到我是活在当下的，然后我是希望往前走的。在黑暗中化作一颗火种，想为你点亮整片的星空。
限微阿哲哥在这个舞台上演唱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我在中学的时候，满满都是回忆。哎，一个这个前辈的歌手来选了后辈新生代的这个歌手的作品，就证明他的视角当中有现在的东西。花花整个这首歌，他其实很多落语是放的。阿哲的是比较圆润的收的，这个是完全质的区别。耶、yeah, ，我们唱完了，我们唱完了，好轻松。第一个唱太爽了，因为前面没有别人唱，你知道吗？会有压力，就你会听一个人越唱越厉害，越唱越厉害的时候就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现在是你给别人压力。对，第一个唱好爽哦。下一位的今年的歌手，很多的网友都说，每一次他站在台上面唱歌的时候，都想抱抱他。其实他也抱过我啊，所以如果下一次找不到他的时候，可以找我啊。他今天选了一首非常非常惨痛苦的歌，可能是因为他在网络上面说他是一个单身汪。他还选了乐坛上面的模范夫妻张宇跟徐一郎的《一个人的天荒地老》。有请下一位今年的歌手。제가이노래를처음에딱듣고내용이일단어이거여자가떠났나이런생각을했었어요不懂的人不受煎熬，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만약에사랑하는여자분이이렇게있다가휙이렇게가면저는혼자안이렇게아리하는편이에요신통이렇게좀혼자아리를하는편이고티를안내요상대방에게그리고붙잡지않아요그냥한번씩잘있지 잘있니 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啊，一个人的天荒地老。형님같은성이에요내일정말멋진무대보여드리기위해서오늘이렇게와가지고아침에도운동을했거든그리고저녁에도지금체력운동관리를해서뭔가이제내일뭔가건강한복귀는좀그렇지않나꽃이나의진진욕상시원하지않아중간에저희한국의엄청유명한노래죠아리랑을중간에삽입을했습니다제일큰이유는뭐랄까뭔가공감은하되중국에서만느낄수있는그런정서뿐만아니라한국의정서도같이느낄수있는그래서이거는중국노래다한국노래다가아니라이건저희의노래다우리모두의노래다라고표현할수있는거죠标准标准暖男的标志帅哦他很厉害每一次都唱国语
记得一桌冷夜，恐怕天色就要亮了。我开始有点明白，我们的爱也要散了。你像过去那样走来，紧紧又伸手将我环绕。你的温柔其实如刀，要我换你走能多笑。我明明都知道，这将是最后的拥抱。你给我一个圈套，我不能跳，不能动弹。我拿什么你计较？我想留的你想忘掉，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你都该，我的刀子已比过下。我拿什么你计较？不懂得留不下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像先天荒地是最后的拥抱。你给我一个圈套，我不能跳，不能等待。我拿什么你计较？我想留的你想忘掉，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你的该我的刀子已比过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像先天荒地老。
可以把每一首歌都唱成他的风格，大的歌这样。今天可以报吗？还有谁有报啊？你先走啊！哎，你找我，找我！哎，我刚报过 ，OK。好厉害！好了，要报了，过来这边啊。黄致列今天编曲做了一些巧思，他一开始唱的丝丝入口，不急不徐，唱到阿里郎的时候无缝接轨，非常巧妙，很感人。最后一个大爆发，让大家非常的过瘾。他的编曲的巧思加了非常多分。哎呦吧！要抱抱！哎，这个歌选的很好，是吧？是不是？对啊，很适合他。对啊，很搭。对、啊。好，下一位，今天选的歌就是一个美国的摇滚组合 Four Non Blondes 的 What's Up。之前歌手也有选唱过这个。帮帮唱的时候，维维跟曹格一起合唱过这首歌。这个为数不是很多的女子摇滚主唱。这个歌在90年代的时候非常非常流行，说的内容就是关于25岁年轻人的心态。接下来这一位的经典歌手，25岁的时候，他的心态就是怎么样啊？他已经在奥斯卡的舞台了。What's up？ 下一位经典的歌手。Written by Jorge Calandrelli, here is Coco Lee to perform A Love Before Time. A b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atching. Are your chords ready? I'm a little bit nervous, but my mom made me this special drink, has ginseng and all these goodies in it. Made me overly hyper, that's always a good thing, so I'm ready. I'm ready for anything. 他就是李玟。我是一个中国人，能拿到这个国际奖，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亚洲年度最佳女歌手李玟突破创意奖，李玟，恭喜李玟，恭喜李玟！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就是我希望大家同时可以给我一个最大的掌声，最大的尖叫声，我想感受一下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好不好？我一直工作的态度就是太硬了，太拼命，就是不懂得休息，也太大的压力，然后就是整个身体就垮了，有点其实像崩溃一样了，然后就是影响了嗓音。在那个时候的我，就是所有的音都 hold 不住，就是一个我本来唱的哇太轻松很简单的歌，变成我唱不到。就是当你是一个这么爱唱歌，唱歌是你的一切，突然间你把这个东西拿走，你就会觉得很无助，就我的世界就这样就垮了。我也曾经问过我自己 Is it over？ 可是我的回答就是我还想唱，我觉得我不想放弃。那个时候我每一天都要练歌，我就练一首歌，从零开始一直练，一句练第二句再唱，我是哭着练，就是难过，我怎么会这样子。之前去找了老师，所以我就把他东西呢存在我的电话里面，然后我就会每一天跟着他开嗓，所以他里面有骂我的纠正我的都在这个里面。可是我就是要坚强啊，如果我放弃的话，那就永远唱不了歌。今天唱的这个歌很符合我的心情，因为这个歌叫做 What's Up， 在说 25 years of my life and still trying to get up that big, great big hill of hope， 就是说在25年里面呢，我一直一直在问自己，我是不是在追求这个梦想？有人在想我唱歌吗？加油！我是不是不要放弃？我觉得唱歌不是一个凭力气的事情，音乐本身就是像一个
一个药一样，它是可以治疗灵魂的东西。我还是这么爱唱歌，还是这么爱做音乐，我站在这个舞台就是很享受。这一次在这个舞台呢，我就是想证明给我自己，哎，还没结束，我还要继续唱下去。天后，天后，你看吧，还好我在第一个唱完，要不然我现在开始压力很大了。对，我现在开始就紧张了。一站出来，你就会感觉到他是压住整个舞台的。5 years of my life and still trying to get up that great big hill of hope for a destination. I realized quickly and I knew I should that the world was made up of this brotherhood of man, for whatever that means. And so I cry sometimes.Lying in bed, just wanna get it all out. What's in my head? And I'm feeling a little peculiar. And so I wake in the morning and I step outside and I take a deep breath and I get real high and I scrape the top of my lungs. What's going on? And I said.And so I wake in the morning
帅。Years of my life and still trying to get up that great big hill of hope for a destination.李玟演唱的这首歌《What's Up》几乎是全世界的摇滚女歌手教科书级般的一个歌曲。她今天用了一个递进的方式，她把整首歌曲前面改的就是很民谣，到后面呢又很热血喷张，点燃了场上的那种摇滚的这种气氛。他非常懂得自己擅长什么，在驾驭观众的审美心理和欣赏心理方面，我认为他真的是这个舞台上非常优秀的一位歌手。He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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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好吧，好吧，好吧。下一位的竞演歌手跟 Coco 是完全不一样了，他也可以算是我们这一季《我是歌手》里面的其中一位的颜值担当，腿长啊，又帅。我不是讲我自己啊，哎呀，我哪有这么过分去赞自己啊？我跟你说。他除了是颜值担当之外，他是这个舞台上面很少出现的男低音，我很期待他，真的是。对，他今天选了一个歌，黄小琥的《重来》，因为这个歌的歌名对他来讲是非常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他是从踢馆赛进来的，踢馆赛已经完结，他今天新一轮的比赛就要重新开始。重来，有请下一位竞演歌手。人生加油！你是否爱我？你还记得吗？他会瞬间抓住你的心。从2007年的快乐男声到金钟奖、新歌赛，一步一步，每次的重来。这样的清零的过程是需要勇气的，重来也未必能够保证你的成功，这样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把自己放空了之后你才能装的会更满一些。哇，分手以后又想重来。
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心不曾被伤害，就能无瑕疵的爱。但是重来，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和失败，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心不曾被伤害，就能无瑕疵的爱。但是重来，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你要重来多少次后。觉得他第一次唱中文的杀伤力如何？他重点，他就是音质太特别了，没错，对吧？对，音质太特别，所以他唱什么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特色在里面。嗯，对，我以为他会降调，但你们刚刚说他就是女生的调。对啊，他其实男生跟女生其实是八度嘛，正好八度、哦，所以他只要唱女生的 key 就可以了。哦，声音特别适合家里买音响的时候放他的音乐去试那个音响的感觉。对啊，对啊，试音碟，去试低音怎么样？大家都觉得王希的低音很好听，我也觉得好听。不过王希，严格来说是一个男中音。相信今天他选重来，是因为他想跟大家分享他中音的能力。其实作为一个男中音，他有更广阔的空间。下一位的歌手，他今天要选唱的歌曲是《彩虹》。他把 Robbie Williams 的《天使》那个歌放进《彩虹》里面。中文跟英文加在一起。接下来有请帆船歌手的演出。哎，你忘了跟我拍手了。
你整洁洁白的床是我倾诉的地方，抱你哭着到天亮。你等待幸福的厨房，那次情人节晚餐却是我陪着你唱。雨归不算太快，唱着你的天堂，依然欢迎我分享我们的爱，分享都因男人的受伤，只有继续碰撞。当天空昏暗，当气温失常，你用巨大的肩今天好青春啊，彩虹。下一位的竞演歌手，很多年前他有机会跟张国荣先生一起唱 KTV， 张国荣就跟他讲，
其实唱歌技巧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其实感情才是最重要。技巧就是帮你怎么样把感情表达出来。所以他今天选的这个歌，希望大家会喜欢他的《风继续吹》。哇，张国荣的一首会一听会泪奔的歌哦。他很喜欢唱张国荣哥哥的歌。当然我很爱很爱这个歌，其实每一个香港人其实都对 Leslie 有一个非常不舍跟特别的感觉。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跟他在唱 K， 他就在唱我的大会堂演奏厅，他唱完以后我就叮啊，原来我的歌落在他手上会变成完全另外的一个风格。其实我以前很注重音准啊、拍子啊，然后还有怎么可以把它唱到很完美，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其实歌可以这样唱的啊。我还记得他4月1号离开的那一天，我跟校长在一起，我跟校长两个人都吓到讲不出话。所以每一次当我在唱他的歌的时候，感觉都是很沉重的。风继续吹，我就觉得我肯定有他的影子在里面，当然也有我自己的感觉。他不在这5分钟的时间，我希望我可以代表他去唱。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得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如何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你情绪，未许他向下坠，愁如锁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泪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
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叹那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你，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你陶醉，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泪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好稳定啊！放松了，放松了。谢谢。贺锦唱这首歌就是带着情怀了，他也在运用张国荣教给他的这个技巧，他用他的情感在唱。李克勤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继承和一个延续。当他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是会唤起很多对张国荣热爱的所有的观众和听众，他们心里的那份很深沉的一种爱。俏皮的样子也出来了，慢慢所以已经开始学粤语了吗？对对对对对。好，我介绍一位比我更帅的梁翘柏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今天你要介绍哪几位的乐手呢？今天介绍我们和声爱之音合唱团。好，掌声鼓励。什么？
上个礼拜已经像是在 来替馆的，那今个礼拜还有四位，对，替酒四个，对，好，再一次掌声好不好？这么好的合音团是我们歌手的福气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呈现一个力量型的许佳莹，告诉你，痛也要装作不痛，痛或不痛都是过程，都会过。接下来这一位的经典歌手，他的声音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声音小清新，但有不矫情。他今天要选唱的是张韶涵的《不痛》，有请下一位竞演的歌手。谢佳莹。为什么要离开我？我不哭不笑，只
爱伤害了彼此的自由。你不看不听不算，为什么要离开我？我不哭不笑，只剩下沉默，带着我的骄傲高飞远走啊，带着我的骄傲高飞远。感觉不一样，对啊，感觉完全不一样。突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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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完美，完美。完美，那待会儿进来我们就完美。好，开心吗？你觉得呢？放松吗？你觉得呢 ？OK 的，有吗？有吗？有有有，带进去，唱完了就爽了。我觉得徐佳莹首先证明自己，不但是会唱小清新的歌，她也可以唱非常有风格的歌曲。密集的这种歌词当中，它的那种收放自如，旋律线条的这种控制，不是亲眼坐在现场去看，盯着它从头唱到尾，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来自一个现场的版本。它是我心中的第一名。Hello， 一二三，完美，谢谢。侯赛雷吗？侯赛雷，侯赛雷，侯赛雷。你觉得他们会不会？他们会吼吼嗨声呢、啊，还没高、是不是啊？好了，我们六位歌手都已经唱完了，接下来就到补位歌手。唉，怎么样去介绍他呢？两天前他才跟我在拉斯维加斯做巡回演唱会，站在我的旁边跟我对唱情歌。48小时之后的这个晚上，他就变了我的对手、女人真的靠不住。更靠不住的，他要唱的是《月半小夜曲》。这趟路很长，对啊。六位歌手都已经唱完了，接下来就到补位歌手。唉，怎么样去介绍他呢？两天前他才跟我在拉斯维加斯做巡回演唱会，48小时之后的这个晚上，他就变了我的对手。女人真的靠不住。更靠不住的，他要唱的是《月半小夜曲》。我们在飞机的时候，他一直都跟我讲，我很紧张，我很紧张，我真的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我好烦啊，拿了这么多奖怎么会这么紧张？他说因为这个舞台就会让每一位的歌手觉得紧张的。最大最热烈的掌声去欢迎他。有请我们的补位歌手。哇，好可爱啊！对呀、好可爱啊！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今天呢，其实我带你去一个我神秘的花园，因为在家里练一个不方便，我告诉你嘛，就是上上下下都会投诉我。可不可以叫荣小姐不要再练歌了啊？会，真的蛮吵的，我要睡觉啊。你歌这么好听，他们还不让你，还不听你的歌、啊？对啊，又免费，人生嘛就是这样，还苦的。以前我不太喜欢这个那个地方的，但是我妈妈喜欢，但是住下来我就感觉到我妈喜欢的原因了。她有个阳台，可以看到香港的全景。
当你觉得有一些困扰的时候，你看一下，你就觉得啊，还是要努力了。毕竟要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才能够享受这个美景的。你明白我说什么吗？我明白，就是这里很贵嘛。来 ，Hello，OK，、okay,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神秘花园。好了，雪已经积得那么深。我以前很喜欢唱范晓萱的，因为她是我童年的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我以前我觉得哇，这个女孩子太可爱了。然后我出道之后，我邀请了她帮我写一首歌。我15岁参加比赛到现在，我感到很骄傲的一件事情是，我没有因为这个工作对唱歌生厌。这些都是颁奖典礼附送的，就是关于这个颁奖典礼那一年的歌手所努力的东西。叱咤的，对，2010年，这个是2011年，这个是2002年，我所得到的成绩是大家给我的荣誉。来到这边，我是来学东西的。我是歌手第7集，我的第一场，准备好了，大家要跟我说是什么呢？1、2、3，加油！哎紧张，我们大家坐下听吧。哎，对对，搞得我们这么紧张，我们也好紧张。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胡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宁
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人如此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掌声鼓励。容祖儿有个非常好听的中高音，如果李克勤的版本是明月几时有的话，他唱的是月出惊山鸟。他这种诠释的方式我很意外，我第一次感觉听月半小夜曲能够以那么宏大的感觉，就很悲壮的一个力量来完成。哇，Jolly 好棒，谢谢，你也好棒，我在你后面。辛苦，哎呀，还是很棒啊，谢谢，无污染无添加，经典有机。来，我是歌手四，第三轮第一场竞演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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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说的最好的一句台词就是女人不可信。女人不可信，没有，他说没想到一直跟祖儿开演唱会居然把他带成了对手。所以我觉得我跟他很配合，今天的对吧，对不对？我们都是在同一搭耶，今天。对啊，对对对，我们在。哦呦，真的。帮我们拍一个。爱情。能看见吗？哇哦 ！One two three。我十五岁的第一次比赛，我一边唱一边抖，但是刚才我又抖了，又到十五岁了，整个人好像是完全不是平时自己的在舞台上面的状态，血压提高了，然后心脏病也
病发了。今天会变成好像一个新人一样。那之前我跟你讲，你也不相信了。对啊，我现在完完全全的明白了。你之前跟他讲什么？他跟我说，就觉得自己好像不懂唱歌一样。对啊，因为这个舞台就是无论你之前做怎么样的东西，多有经验，面对多大的场地，怎么样的观众也好，叫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对啊，对啊，就是完全不一样，真的感觉像新人一样的态度。对啊，嘉颖呢？也是很紧张啊，我更是完完全全的。现在已经你不太紧张了，你以前我看到你的，然后手还有点抖，然后现在有比一开始好一点，因为一开始会更觉得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的那种那种感觉。我跟你一样一样。对对对，你上次一定也是这种感觉，真的，我们会觉得在这边是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那我只能有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留下印象，所以其实那个紧张是除了歌之外，人我们自己也会觉得想晕晕的感，头很晕的感觉。我头很晕呢。那一场我们第一场就已经有头胎了。你呢？啊，你是上一次也特别紧张。其实我跟那个，但我觉得你特别淡定，可能你眼睛少看不出来。又来又来，得罪的。你有脸大，然后眼睛小。没有。刚刚还在说下一个是不是？还有，尽量不要形容其他人，好不好？我的第一次在这个舞台啊，我想吐。有，他刚刚还在问说想不想吐？想吐，对啊，想吐吧？头晕想吐，对，好像怀孕了。哎，没有，这感觉没有这样。不要挖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生的、啊，没有，感觉只是感觉，你们明不明白？大家好，我是刘烨，天籁之音，天赐好奶。本栏目是由无污染、无添加的经典有机奶冠名播出。我是歌手第四季官方指定座驾，由东风日产全新逍客独家赞助。感谢高姿白金水，看见水亮白，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要旅游找途牛，手机点击微信摇一摇来参与节目互动，途牛百万现金红包等你来拿。广告时间也是可以摇的哦。更多音频尽在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听天动听。更多精彩视频尽在芒果 TV。同时呢，大家还可以登录酷狗酷我来参与高姿白金唱片的网络投票，选出您心目当中认为最爱的那首歌。想听歌手的经典曲目，请登录唱吧。今天是我是歌手第三轮第一场排位赛的竞演，让我们欢迎普威的歌手容祖儿。嗨，王老师，踏上这个舞台的感觉怎么样？好像打了48圈麻将，真的好累。观众真的在享受我们为他们带来的所有东西，而且我重回15岁了。因为我一边唱一边抖，紧张，好紧张。好，请坐。OK。观众认真专注的听，这对歌手来说是一种享受。那克勤呢说他来这个舞台是给祖儿先带路。那这个老司机有没有跟你交流一下，在这个舞台上要注意的？他这么有敬业，我快要叫他祖儿姐了。对啊，他这么有敬业，其实也不用我带路了。我觉得多有经验的人在这个舞台，其实都好像到达一个全新的地方，都要摸索，都要适应。好，今天是我们的第七场竞演，我们有4位首发的歌手：黄致列、李玟、李克勤和徐佳莹。首发歌手可以说呢，慢慢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为了想歌，为了准备，经常有一种心力憔悴的这样一个感觉。而3位新的补位和踢馆成功的歌手：阿哲、王希、容祖儿，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那么今天会不会在成绩上同样的反映出这种反差呢？还是
还是先放下这样一个紧张的情绪，来揭晓一下每次有如 party 一般的歌手互投环节的结果。party， 因为大家会很嗨。无污染无添加，经典有机奶，我是歌手第四季第三轮第一场排位赛经典互投，第三名是。你是第一个敢挑战洪老师的，我给你点赞。对不起，对不起，去年胆子都大一些。对，初生牛犊不怕虎。好，经典互投的第三名。我恐怕会让你们失望。啊？空缺，对，太多，并列太多，所以呢，我们就不揭晓了。有三位歌手，接下来呢为大家揭晓第二名，经典互投的第二名。现场的七位竞演歌手，他获得了四票。哇哇，好厉害哟，超过一半了。他就是。好辛苦，这才还没有，这还没开始。欢迎来到我是歌手，淡定。她是一位女歌手，她就是。一笑场了，你的表现好像特别的激动，是不是很想听到这个名字？对。这个好厉害的女歌手，就是自己喊出好厉害三个字的容祖儿。容祖儿，但是是亚军啊，证明一个一样东西，我觉得我人缘不错啊。谢谢，恭喜。那么在七位的歌手当中还算是名列前茅的，对不对？就有两个没选我。你想知道是谁吗？记仇了可还行。好，祖儿点好跟大家不一样，平时大家都挺高兴，他就想谁没投我呢。山水有相逢。山不转水转。那么接下来要揭晓经典互投的第一名，这一位众望所归的金权杖的获得者是，李玟。有粉票投的，谢谢你们 ，I did too，Oh my god， 谢谢。这个金权杖又回来了，但是跟上次的分量不一样，你试试看。这个比较重，对吧？对。哇哇，柯琴也很壮啊，这个很重。是不是？对，这个很重。我真的要从心里面去感谢所有的歌手们，你们真的对我太好了。然后我觉得我能够站在这个舞台跟你们在一起，真的是我最大的福气。哦，真的，你值得的。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面对观众他们选择的最终结果了。虽然只是排位赛，但是对最终决定去留的结果影响。对不起，今天。哦。目的是为了喝水。对，我也要喝水了。别紧张。接下来我们就来宣布本场竞演的结果。那我们是先听好消息还是先听坏消息？每次问完了又不听我们的。一般都是从第五。三四。揭晓三四名是吧？大家都觉得好，那你就宣布第五名对吗？那我就宣布第四名。哦，哎呦，洪老师不叛逆了。无污染无添加，经典有机奶，我是歌手第四季第三轮第一场排位赛，本场竞演的第四名。有谁预测过自己会是第四名？习惯就好，习惯就好。我们这边，为什么？中规中矩吧。那么本场竞演的第四名究竟是预测自己是第四的容祖儿呢，还是其他六名歌手？答
答案是在这六位歌手当中，就是说祖儿不是第四名。为什么不是祖儿呢？因为答案是他是一名男歌手。四个人里面选一个，而且他是一位风趣幽默的男歌手。啊，那应该不是我。谁？对对对，肯定不是你。风趣幽默，克勤哥和欧巴。幽默很好。对对对。对。那就是在黄致列和李克勤中间。本场竞演的第四名是黄致列。黄致列。谢谢谢谢。中国노래랑또저희그한국민요를이렇게해서불렀는데사실그중국노래조금어려웠어요옛날노래라서어떻게좀더표현을할까고민을많이했었었는데이렇게4등주셔가지고감사합니다谢谢谢谢아안심되네요괜찮죠네네揭晓完第四名我们接下来要揭晓第二名为什么呢跳着来了你们来猜猜为什么我们暂时先不揭晓第三名因为您任性我们把悬念移后一点先为大家揭晓第二名本场竞演的第二名他是一个拿过第一的歌手 Coco 拿过 Coco 你看这个徐佳莹也拿过徐佳莹王诗也拿过所以这个候选名单就会在李玟动感热烈王诗低沉浑厚李克勤稳健犀利徐佳莹清新文艺本场竞演的第二名太傲人无污染无添加经典有未来我是歌手第四季第三轮第一场排位赛的第二名是徐佳莹徐佳莹这次是有一点要暗黑系然后有一点神经质而且要转音就不管是技巧面或者是舞台上面的那个姿态其实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尝试所以我会觉得第二名对我来说已经是超乎想象很多的好的成绩棒棒的棒棒的恭喜恭喜不错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揭晓本场竞演的冠军本场竞演的第一名他也是在这个舞台上曾经获得过第一名的歌手他就是他就是李玟李玟我是蛮开心我今天的表演的透过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又找回自己我觉得我又成长了又成长了十八岁到二十了今天Coco姐你是双项冠军我们拿好成绩都是我们是大家一起分享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位歌手在这里大家都很辛苦那么今天 我也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他们谢谢谢谢恭喜你完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谢谢女王女王刚刚我们为大家揭晓了第四名第一名第二名那么没有揭晓的名次呢是三五六七没有揭晓结果的歌手是张信哲王诗李克勤和容祖儿现在好一点的名次只有一个第三名我们采取一个排除法先为大家揭晓第五名本场竞演的第五名李克勤李克勤
请坐。哇，现在还剩下第三名、第六名、第七名，接下来三个名次当中，先为大家揭晓第三名。我想请三位歌手预测一下。我希望是我，因为我不想辜负我选的歌的那个主唱。不是，王希。哦，我觉得应该是在两位前辈当那个当中吧。阿哲，应该是祖儿吧，因为我今天选的这首歌真的有点冷门，我觉得祖儿的胜算最大。那么，到底谁会是在此刻可以感觉到更骄傲的第三名呢？本场竞演的第三名，答案是容祖儿。容祖儿。想说是我先过来，我没有辜负原唱，因为他真的在这个待会儿再过去，是不是可爱？今天我能够算是比较淡定的站上这个舞台，其实他有很大很大的功劳。你应该，你应该拿走，真的。谢谢。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六名、第七名，我们非常心爱的阿哲，拥有非常独特音色的王希，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需要综合两周的成绩，按照得票率相加，排在最末的将会离开，而我们现在已经处于竞争的劣势，下一周比赛的压力会很大。接下来我宣布第六名，另外一位就是第七名。本场竞演的第六名，他是一位拥有迷人音色的歌手。两个都有啊。他的迷人之处究竟是高亢还是低沉？可能我有点太在乎要超过自己，拿出来一些我之前没有唱过的一些曲风上的东西，想突破一下自己。我太想突破自己。歌也自己选的，编曲也自己找的，歌也是我站在台上唱的，那自己造的业就要自己受啊。本场竞演的第六名，张信哲。王希第七名。拿第一名是最好的开始，也是最艰难的开始。我觉得我通过这场这么大的这种名次上的悬殊，我觉得确实是点醒我自己。所以说我觉得第三场对于我来说，到底该如何去选择自己想要表达的一种态度，或者是说在这个舞台上希望留下来的东西，我觉得回去应该好好的去想一想。经过这几次的比赛跟后段班的名次，那我觉得那就是提醒我自己，就是说想得更清楚的去选一些音乐，让大众可以慢慢的接受，传达你的音乐态度，传达你想转变的这个想法，即使是最后的结果不尽人意，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自我的训练。那你怎么从这样子的低谷里面再努力的往上爬，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要展现的韧性的部分。所以下一场希望在座的所有一定要全力以赴的挑好自己的歌，做最精彩最有把握的演绎，名列前茅的我们不要掉以轻心。
在后面的我们要绝地反击，大家加油。谢谢，谢谢各位。我有绑架红岛跟我是歌手这个节目来帮我一起共同完成我现阶段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我不想在第一集在我第一次露面就告诉大家我到歌手来我要做什么。就是你一直保密的那个东西吗？对，我伟大的计划现在终于可以说了、就是、对，我们两个人上一周成绩非常好、嗯、对呀、啊、对呀、啊、然后我就报了鼓手，鼓手。主要现在是还没有声音。